完全没有看。视线很好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喝吃炸鸡加啤酒。哇、哦！不知道人家梗，如果人家有抛一个梗说我要吃炸鸡啤酒，就知道他心情没爽。你看，你跟社会脱节了。任意跑滴滴，我什么？我每次都很慢呢，我最后了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先跑啊。然后都让你们了。没关系，走。等一下，我这要转回来。你要对好是正义。我第二。我第二啊。哦。我很慢的。没关系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生意在出发，等，我不喜欢走第一个的。没关系，慢慢骑啊，我们又不会怎么样，胖胖镜头。等一下，我不会走呢，会怎么走？就随便走啊，像是你的车，你的车比你不要想怎么过，只要想怎么跑。你就骑过去就好了，不要怕。把你椅子放低一点嘛。很低啊。再低吗？还是不行啊。你不要，你就当做直线骑就好了。对，不要特别。前面有个好大的落差。不用，那你就往旁边嘛。往后啊，你身体往后就好，不会翻了。坑要走中间的坑吗？不要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的车子应该可以过去。够，碾过去。碾过去就对了。碾过去就对了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走了。放松，放碟子、啊。没问题啦。如果你的，你要不要上来一点？对啊。你要不要上来一点？我抓着，我抓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正义，不要跑。我来了，不用怕，你哪怕打不到。那个左边可以直接斜着骑上去啊，骑下去啊。你又把他拉回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在这里，你就走左边，左边是稳的。右边那个有一点凸，可是那个就算有点凸，对你来讲也是方便。哎呦，很久没有骑了。你要相信你的车，相信你的车，不要想怎么过，不要想怎么跑。刹车放，刹车放，不要怕，走左边就好啦。这样就过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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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骑过去。哦，完力。
急了，你的车不用怕就过去，你反而是杀前杀比较恐怖，你杀前杀才会危险，还是说我要走你前面你才比较敢骑？哎，对，那你要人过来、啊，真是的。对啊，就过啦、啊。好停，胖胖，往后。摄影机 ，camera man。不要杀，不要杀，可以的。停在路边了，为什么？他刚刚有一点，有一度差一点快摔倒了。怎么了？这一车车会哭泣啊！我去前面。可以吗？哦，你天差反应超棒的。赞呢、欸。不要杀，不要杀，真的。对啊。反应很好哎、欸。OK 哦。哦，来喽。走左边啊！啊？什么？你走右边啊？没关系啊，你这可以走左边啊，只要不要从刚刚那边这边下来就好。他那个弹簧是这样的，不是我们一般那种。呼吸好痛。加油！你行得正义，碎呀！
不好意思。加油！有有，这一块要小心哦，建议慢一点。不好意思。安全装备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技术比较差一点。客气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保护下巴的。哦。嘿，对这一块，这是一体的。立体跟安全帽。对，这一体的。哦，一体成型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上面呢？上面。上面那个是就是拍我们的路况这样子的。哦。那我先走了。对，我们技术比较差一点，所以会比较担心的。总是有要有过程，一定。是啊，一定要这样子装备嘛，才不会受伤啊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，谢谢。慢慢的哦。哪有？OK。挥挥挥。动脚架。
高吧，等一下下坡哎、欸。对啊。你忘了吗？你等一下要下坡哎、欸。石头路不是不是那个那个柏油路，还讲错了。好啦，这一先走啦。
下车还 OK 吗？有点紧。咬住了啦！我就想说，我从头到尾都只听到你那摩擦声。那前面呢？前面应该没有吧？前面不会啊。你不要忘记你还有放开啦、啊。因为咬得很严重啊，这次没有放开。还可以踩、欸。看看。还是有。你要讲它就会松开啊。看看。多护甲，不是。那你要干嘛？白蚁拉高，都是白蚁拉高。哦，你的不是快餐。因为我觉得也不需要、啊，反正你身上还是要带工具啊，不是吗？不是嘛？胖胖也要买护甲的吧？胖胖都说他不用，他都脱就好了，这么这样。好，那这个也先停。